哎，你放心啊，这期节目播出之后，那收视率肯定是咣咣的。干啥呀？哭三个脸啊？就你这死厨怎么装国际大厨啊？啊？你知不知道要敬业一点？你听见没？行，那你把欠我的钱先给我呗。你别老给我提钱钱钱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我带你出来，你现在还搁县文化馆门口搁那跳广场舞呢。你带我出来是说让我教跳舞，你也没说让我装大厨啊。再说了，这不骗人的事儿吗？你别让我干了，你快把钱给我结了，我还回去教我的广场舞去。什么钱钱钱的？你不给我好好配合，一年的劳务费我都不给你。那你先把去年的给我，再说今年的呗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老给我提钱，马上要开始录制了，你好好给我准备。行，小样的啊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配合。好，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各位贤惠的家庭主妇和想要抓住自己男朋友心的小女生们，我们期待已久的魔幻厨房又要和您见面了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魔幻大厨Teacher Yi。 很高兴那个 Teacher Yi 又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。殷老师，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，您说就是简简单单的做菜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学问呢？学问啊，那是得跟懂学问的人说的呀。要是跟您说啊，那就是用化肥种水仙。是什么意思？糟蹋了那点粪呐，还养不成你这颗葱啊。你最好给我按词儿说啊。这么说，我们的殷老师今天要用的第一道食材就是……没错。在做菜之前呢，我想告诉那些正处于七年之痒的已婚姐姐们啊，这道菜可以让那些在轨道边缘的丈夫们啊回归正途，可以让那些心猿意马的男人们啊大彻大悟，可以让他们在你们面前痛哭流涕，感到无助。所以这道菜呢只有一种食材，那就是洋葱。所以这道菜呢只有一种食材，那就是洋葱。殷老师。